倾听是一种立场，选择是您的决定。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移民美利坚》，我是主持人 Melody，很高兴大家来到我的节目，希望您订阅、点赞并转发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大力支持。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蜀派古琴传承人张清月教授。他的古琴呢是自己手工打造，一琴难求。而且呢，张教授的古琴的内容曾经在《甄嬛传》和张艺谋的电影里面多次出现。他的学生呢还有石油大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手艺人张教授的生活。张教授您好，您好，很高大家兴好。来到我们的节目。张教授，我知道您之前是在中国四川音乐学院做教授，然后呢，后来又移居到日本生活，现在又在美国。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时候来到美国？然后对美国的印象是如何？我大概是10年前来到了美国。我发现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和美好的一个国度。哦，就这么简单，就没有了。然后对我们的艺术这个生活非常的。有开放性的这种寻找到了一个美好的天地的这样的感觉，就是感觉自由，对艺术创作的灵感，对通畅一些，对对对对。那您早前在日本工作学习，然后现在到美国，我想问一下，就是日本跟美国的这个艺术类教育有什么差异？日本的教育呢，它跟我们东亚国家都很相似，就是特别注重孩子的这个西洋音乐的培养，像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这些西洋乐器，他们是非常注重的。但是也有小部分学习他们的传统的日本筝啊、尺八呀这些乐器啊。那美国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学习西方乐器的占到90%以上，有少部分可能学习一些民族的现代民族的古典的乐器。哦，就是说美国还是有这个受众群体，是很多人喜欢中国的传统艺术的，是吧？对对对。哦，那我知道您的那个学生当中有石油大亨。然后曾经您在弹古琴的时候，这个王力宏的老师，也站在您后面为您拍手叫好。您能方便给我们弹两下这个古琴吗？让大家了解一下。好的，好的，好。观众朋友有什么感觉？我是觉得现在应该摆一个茶具，然后我们在这儿聊着，然后就像《甄嬛传》里的情节，对对对，就是抱着长相思，很心，就是很想自己心爱的那个爱人，是不是？这个真是传达的意义非常的美妙啊！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我们好多家长啊，就是很有心计，在给孩子选择乐器上面会选择一些冷门的这个乐器。我觉得像古琴其实就是很冷门的，这种乐器对孩子申报大学真的有帮助吗？非常有帮助。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比较注重您的就是这个特别的能力的special 这种能力。那么现在大家都学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这些西洋乐器的话，那每个人都弹得很好。对，特别是我们亚裔的孩子，真的就是10个人当中，10个人都会钢琴，都会钢琴，10个人都会小提琴，真的是这样。对，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比较起来，那招生的这个学校的话，它真的比较很困难。那如果你会一个大家不会的乐器，或者大家从来没见过的乐器，并且在历史上又是几千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乐器的话，那很容易这个就出类拔萃了哈。我们就一下就发现这个学校就发现了你的特长，那很容易在同等条件下肯定会招生一个这个会其他乐器的其他特长的这个学生。哦，那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我知道您现在在美国在教这个古琴，然后您的学生就是也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那疫情期间您的课有没有被停掉？
完全没有停掉，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有这个网络啊，所以我们用 Zoom 啊，还有微信的视频啊，这些 FaceTime 啊，这些都可以啊，这他在他的家，我在我的家啊，我们这样通过网络上课。我们导播可以给我们转一张照片，我们要看一下张老师疫情期间的授课情况，真的很可爱。是有一个玻璃，就是有啊，对，有一个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好可爱。对，这个是您最小的那个学生吗？对，多大年纪？他有六岁啊，六岁。那他因为他这个太小了，年龄太小了。这个对这个机械的这些东西不太喜欢，然后他父母也觉得这个网络对这个孩子啊，这个现场上课比较起来的话，现场上课孩子更容易注意力集中，所以他父母要求啊还是现场上课。那现场上课我们就肯定要做好防疫的这个措施，所以用这个三面环绕都是这个啊这个卷帘的透明。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妙，真的就是有点像我们在超市那个收银台那个隔起来的。对，完全不影响，他也戴上口罩，我也戴上口罩，然后这样上课又能听到互相对方的声音，还能听到古琴的，那么现场教学这样的话是最容易学习到。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从日本然后到了美国之后，然后在这边工作教学，那您在这边的收入怎么样？就是能不能支撑您正，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有老移民在这边是做音乐的人，有一些新移民的音乐老师，他们可能是说也想移居到美国来，但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那我想问您，您这个收入的情况大概是多少？这个收入的话完全没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来的时间是比较久一点，那么就还发展了其他的州、其他的市，比如说旧金山，比如说这个 Vegas、Las Vegas， 还有这个夏威夷，他们这些学生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都是这个过来上课，或者是我飞机过去啊上课，这样的积累了一部分学生。所以呢，这个疫情期间我们都是通过网络啊，通过网络，包括墨西哥、加拿大、英国的学生都是通过网络啊。对，听您说起来，让我感觉到音乐无国界。对，只要喜欢的话，他用什么方法他会来找你的，但是前提条件是要你的技术过硬，别人才会来找你。对。你弹得不好，你演奏得不好，那没人来找你的。那就是说我们新移民大家也是，如果您是从事音乐工作的，然后也可以像张老师这样来到美国做教学。那张老师我问一下，这个教学需要有什么资质吗？还是说就是国内的您的一些这个教学证书？对，这个你在国内的职称也好，你的真实的演奏水平是第一的。你看以前的老艺术家们，他们都没读过大学。对。像齐白石、张大千，他们都是大师，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画功啊，画功啊，画力，像音乐家，他们也是以前的老演奏家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呢，他们的技术很好。技术。所以全世界的学生都会去找他们。所以呢，职称只是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你的专业技能一定要过硬。明白明白，非常好。张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其实很鸡娃，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想让他学习很多乐器，那小朋友到底几岁开始学乐器您觉得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年纪呢？对，我们这个先讲一下乐器。其实这些乐器呢，从古到今都不是为小朋友设计的，都是成年人的玩具啊，打引号的玩具。那这个，所以这个乐器呢，都是比较大的哈，符合成人的生理结构做成的。那所以呢，小朋友呢，要学习也可以，但是呢，太小的话不太建议啊，一般五岁以后再来接触乐器。你看那些，我看到一个小朋友很小，他学大提琴，大提琴是他的两倍高啊，所以他再去定做了一个小小小大提琴，感觉只有一只手在拉，对，都被挡住。对，像钢琴，小孩五岁以下的坐上去，你都很难，这个很大，88个键，对吧？钢琴，所以呢，乐器的话，我建议还是五岁以后学习比较科学，比较科学。对对，还有问题，就是学这个乐器到底是真的小朋友喜欢，还是家长的一厢情愿？您觉得？小朋友喜欢。是在第二位首先是家长本人他很喜欢，并且呢他平常也经常听，
他也经常这个有这个愿望去学的愿望，但是呢，可能工作，可能生活很忙，他没有时间。那这样的家庭的话，这个小孩容易学好。嗯啊，要是这个家长他都不懂，他也不喜欢，那小孩见都没见过，他怎么能够喜欢呢？那说白了还是家长的一种执念是吗？对对对，家长喜欢的话，在经常听耳濡目染，让这个小孩也经常听，听久了以后你就会觉得想学他。有这种音乐的熏陶，我真的是看很多那个视频当中，就是说妈妈学了一首好的这个琴技，然后说哎呀，我那个年代如果有这样的教学环境，我将会成为一名大师。对对对，我也教了很多母女的这样的一起来学的。哎，这个很好、哎、啊。对，就是啊，首先是这个妈妈特别想学，嗯，然后呢觉得自己一个人学呢可能这个有点太孤单了，嗯，就顺便就让这个女孩一起来陪着来，这样一起父母这个母亲和孩子一起学的话，互相还有一个叫什么呢？纠错的过程啊。对，妈妈你这个弹的不对啊。对对对，一般来说小孩都比妈妈弹的好。是吧？因为什么呢？他的模仿能力，他的这个手的灵活度，嗯啊，但是成年人也有优势，成年人的话他的理解力特别的高。小朋友对小孩呢可能有些这个中文也不是很好，那需要慢慢的跟他讲解、嗯、那成年人的理解力以及他的这种专注，他的执着啊，也是他的优势。小孩呢就是他的这个叫模仿能力以及手的这个灵活度啊，这个是他的优势。所以说互相叫母女母子父子父女一起来学的，有一个督促，有一个纠错的过程。对，张老师，我还想问到您，就是我知道我们导播可以切一下照片，就是您教很多老外的学生，我们有一位是石油大亨，也是您的学生。这啊，对这个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啊，这位是原来在中国留过学的一个美国留学生、哦、啊，他是太极高手啊，对，太极拳的高手。这位是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位是啊，上面那个就站着照的那个啊、嗯，是那个世界排名第一的音乐学院，伯克利音乐学院啊，在波士顿，嗯啊，他的这个院长啊，在5年前来到洛杉矶啊，这个。我们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啊、嗯、就认识了。他有在欣赏对这个演奏。他本来是坐在这个沙发上听古琴、嗯、因为他没听过、嗯。但是他听了一曲以后，他觉得他必须要站起来。对，他说要尊重这个乐器。对，他觉得几千年前的乐器他坐着听简直是有点不太尊重。他马上啊站到我的后方，带上他的教授团队、嗯、站到我的旁边、嗯、来这个默默的注视着。然后呢最后给我了一个评价，他说这你弹的这首乐曲是一个人的交响乐。哇。他说因为特别的听起来像很多人在弹奏。嗯。因为他只有7根弦，但是他的演奏手法让古琴听起来像一个交响乐团。所以他给我这个古琴的一个评价。对，张老师刚才一直在说后面的那个院长，给大家透露一下，那个院长呢是王力宏的老师，大家都知道这个歌星王力宏吧，就是王力宏的老师，所以跟张老师还是有这种艺术上的交流。对，那我想问您一下，您在受教的时候，比如说您教一些外国人，那英文方面咱们怎么去沟通啊？是我就讲中文哦。哦，是这样的，很多老美呢啊，这个美国人外国人哈、嗯、包括这个在美国的其他国家啊、嗯、其他国籍的这个外国朋友，他们都是学过中国文化很多年的、哦、像太极拳打了30年、嗯、书法学了20年啊，这个中医学了30年，这样的人来学古琴的，因为他们已经长几十年都听古琴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都多少懂一点中文。那我在国内的时候，在日本的时候也是用很多中文日文啊，这个英文也教了很多老婆啊，这个外国留学生、嗯、所以呢我的中文可能50%，他的我的英文50%，他的中文50%，这样交流起来很顺利，我们就可以学到。并且古琴呢学习有一本专门的英文英汉古琴词典，上海音乐学院编著的啊，里边有很多、这个、啊，不是这个，这是古琴的乐谱、这个、啊，有专门的，我今天没有带。那这个有专门的英汉古琴啊，这个词典这么讲究，对，有专门的，这、哦、它是国际性的乐器，包括古琴也有五线谱，也有这个古代的谱子，那都是便于世界的人们来学习古琴。
哎呦，真的听起来中国的这个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特别是这个艺术范畴之内的，真是让人非常尊敬跟崇敬啊。张老师，我想问您，就是您在美国这个教这些学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或者您的学生当中有那种天赋异禀的，您一教他马上就是有点无师自通的感觉？哦，有有有，这个我教了其中两个青少年，一个是13岁的男生，一个是17岁的女生，这个他们这两位真的是我教了这么多年，20多年的古琴，那他们真的是有天资，有天赋，我真的感觉到在天赋面前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两位小朋友一点就通，他们以前都是学钢琴的，但是呢，因为父母喜欢，都是父母喜欢，然后这个女生呢是自己特别喜欢，父母也喜欢，那真的是教起来特别轻松。啊，你说什么，一个眼神他就好像就懂了。啊，就我们特别愿意教到这样的学生。但是呢其他的你只要愿意学啊，我们也愿意教，不是没有歧视这个不懂古琴的学生啊，就是说如果你有天赋的话真的是更好。那在美国这边就是整个的这个古琴的比赛多吗？赛事什么的？比赛的话古琴这在国内的比较多一点。比较多一点。对，国这个美国还没有啊，因为大部分的老师都在在美国，可能就纽约和洛杉矶有一点古琴老师。那其他城市都没有啊，因为华人聚居的地方才有古琴的老师。那这个国内的比赛比较多一点，所以你学好了也可以到国内去参加比赛，可以去国内参加比赛，然后也可以报考我们一些国内的那个艺术院校，对吧？对对对，还可以考级啊什么的。哦，古琴也是可以考级，对，它是全部纳入音乐学院的这个考级体系。哦，哎呀，我太门外汉了。我今天看这个古琴，真的是我们导播能给到古琴的这个画面，大家可能也能看大概看见啊，因为我们这个切的这个半身，这个古琴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堪称是艺术品。可以看一下，对，可以看一下。我们来举一下，真的很漂亮，就是一个艺术品。大家可能在很多那个影视作品当中也会看到过这个古琴的整个的样子。那张老师，我想问您一下，我知道这个古琴好多都是您自己手工打造的。对。在美国我知道如果牵扯到手工两个字，那真的就是价值不菲，所以我想问您一下，这个琴一般大概售价多少钱，我们普通的民众是否可以接受这个价钱？对，这个琴呢它有各种的档次啊，从初级到收藏级都有，初级、中级、高级、特级、收藏级啊都有，那就看您的自己的需要，就像买车一样，你买一个这个本田车啊，一两万的也可以，你想买这个跑车、玛莎拉蒂、兰博基尼都有啊，各种价位都有，就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定，还有你喜爱的程度，你特别喜爱的话，一步投资到位也有啊。如果你觉得只是学一学啊，买个初级的也就可以了。明白，就是初级的是给小朋友刚开始入门级去学，包括成人都可以从入门级开始。但你觉得换起来麻烦的话，一步投资到位也可以。但是我听很多朋友跟我说张教授的琴真的是一琴难求，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琴如果我跟您定的话，周期需要多长时间？周期的话像这个初级中级的琴大概一年半就可以拿到，但是呢你如果要收藏级的至少3到5年。那么久？对，因为它这个乐器都不是不能这个速成的，它需要自然的风啊，自然的这个湿度温度去风干啊，不能用电吹风，不能用灯光去烤啊，这样的话速成的乐器的话寿命都很短啊，机器做的啊，那手工做的一点一点都要手磨，手去做这个漆啊，包括这些徽位弦啊，这些拧弦的地方都需要手工去打磨，所以呢收藏级的比较时间久也贵一点。但是不是收藏级的，我听就是普通的入门的也要1年多才能拿到这个琴是吧？目前初级的琴有一部分是做好的啊，可以随时拿到。哦，啊，初级的琴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呢就是做了一大批啊放在那里。那高级的琴都需要定做的。
对，我真的觉得您是这个音乐手艺人，就是自己在音乐这边本身就是一个奇才，很好的老师，然后对作琴又这么有研究。那有没有就是真的我们美国这边的客人跟您订一个收藏级的琴？有没有就是价钱很高的？您可以讲讲。有大概七八位，对，都买了这个收藏级的，并且呢，买了收藏级的这个学生都自动的成为我的终身弟子啊，就一辈子可以跟我免费学习古琴，啊，还有这对这个一个福利，对一个福利，对，因为你买了收藏级的这个琴的话，就证明你真的真心的愿意喜欢啊，喜欢你才会买这么贵的，所以呢，就自动成为我的终身弟子、入室弟子。嗯，啊，那我还想问您，就比如说学我们这个古琴的周期，比如说一个小孩他从完全的不会到最后他可以能弹一首很棒的曲子，或者到一个级别，是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啊，如果是小朋友，嗯，比如说我们以十岁左右的孩子为例。嗯，十岁的孩子，如果你要学古琴的话，啊，你每周来上一次课，大概半年左右，你都可以弹啊很不错的乐曲了。嗯，半年左右，你要弹得好一点，可能要一两年，啊，一两年的话可以弹啊高山流水这样的乐曲。那一周大概是几节课？一周一次课啊，一周只有一次课。对，因为你很多学生说我一周来两次、三次，我说这个是急不来的。嗯，就像我们这个烧煮饭，嗯，你这个火再大，不到40分钟或者30分钟，你这个饭还是米还是硬的，嗯，对吧？所以你的火哪怕再小，但是你一直在那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可以把你熬成米稀饭粥。明白，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对要慢对慢慢的来火候对火候一点点的一点一点的，嗯，急不来的，就是说这个要通过你的每天坚持，嗯，哪怕你每天时间短一点半个小时二十分钟都可以，但坚持这样下来半年一年两年，如果你坚持个三五年啊，你都能成为美国的数一数二的。那像您在这边的演出机会多吗？就是有没有就是什么重大的这种节日什么会邀请您这种传统艺术去演啊？对，经常有。那这个主要呢是去一些这个喜爱中国文化的这个图书，嗯，啊这个图书馆呢，啊，嗯，或者一些寺庙啊啊这些的一些大型的活动，嗯，他们都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们会邀请我去演奏啊。自己我也经常会举办一些古琴的独奏音乐会。哇啊，对，但是呢，古琴真的不适合几百人，这个几十人、上百人来听。它最最这个厉害的就是三五个人啊，嗯，你这样的环境的话，听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品着茶，然后最好外面还下着雨，听起来不太适合加州。加州很少下雨啊，对对对，所以那个古琴呢，真的是小众的乐器，嗯，知道它的人才会喜欢，不很多。98%的人都不知道，都不认识他。很多人都碰到他就说：“你这个古筝怎么这么小啊？”其实不是古筝，它以前就叫琴，啊，没有古字。为什么叫古琴呢？是因为1920年左右，嗯，从外国传到中国很多乐器，大提琴、小提琴、钢琴、手风琴。好，为了区别这个琴，中国的这个琴，以前不是叫琴棋书画吗？对，就专门指的古琴。古琴。所以呢，以前的人都叫琴。那来了外国的乐器，为了区别，所以加一个古字。哦，啊，对，是这样的。那个，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在影视剧当中会看到很多古琴的出现，比如说《甄嬛传》里边，还有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里边都有古琴，然后还有您刚才说的几个，这个《三生三世》啊，《三生三世》超级火、嗯，对，什么不染啊、凉凉啊，很多乐曲都是用古琴来弹奏。您认为他们的弹奏水平怎么样？他们都是请的这个顶级的高手来配的乐，这个演员肯定不会弹了啊。那您看演员的那个状态怎么样？您给状态还可以，就是因为可能是当时学一下三脚猫的这个样子哈。嗯，但是其中我要提一下的就是葛优这位著名的老戏骨，嗯，他为了拍一部电影叫做《秦颂》，嗯，他专门去中央音乐学学了一年的古琴，他是真正的自己弹的。葛优老师太厉害了，很敬业。对，因为我见过他的这个自来那个音乐学院学习的这个照片，以及他的老师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所以我知道哇，葛优真是太敬业了。为了拍这个电影，专门学了一年，提前一年去学古琴。
对，我看张艺谋导演《英雄》里边的是谁也在弹着古琴啊？台湾的那个演员很帅的，金城武啊，对对，金城武也学过，也学过古琴，对，他是很标准的，他不是替身啊，他不是替身，就是古琴配帅哥是一种标配，是吗？对，金城武的弹琴的姿势真，我有他的照片，非常的帅气，就他的气质也是古典的那种啊，周瑜、诸葛亮。我看最近有一些报道，就是欧阳娜娜也在学古琴，对对对，还是很热门的。对对对，你看这个很多这个影视明星，包括这个孙楠呐、啊嗯，这个歌星哈、啊嗯，包括这个窦唯，就是王菲的前夫，对，他们都是古琴高手。啊，他弹得很好，包括汪涵，湖南卫视的一哥，对，汪涵，这些都是古琴高手，都弹得很好。因为他们发现弹古琴的时候能够找到真正的自我、嗯、自己，因为很安静嘛。真的是让您心有一个归属感。所以如果很多在我们美国的家长您不太了解古琴，然后想跟那个我们大师学古琴的话，哎，队长老师，我可以替我们的观众求一个福利，如果我们有观众想跟您学古琴，您会给到什么优惠吗？可以可以啊，这个我们会在买琴的时候给到一定的优惠啊。在买琴的时候那在学习的时候呢？学习的时候，这个如果是网课的话，我们会给到优惠。哦、那个现场的学习的话，您一般上课是一对一的吗？一对一都是一对一，是一对一的。对啊、最多一对二啊，就是母女一起来啊、哦，一起来学。一对三就教学质量就下降了，因为我在同等的时间上要教三个人，嗯、和在同样的时间教一个人，精力对方吸收到的能量是不一样，不一样的，对对吧？您觉得学这个古琴对学生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听力方面，手指的这个长短呀？哦，没有要求，没有要求，只要你手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就可以来弹古琴。然后呢，这个只要你的这个能听到别人叫你，你就可以来学古琴。那不会有存在比如说跑调的现象，像有的人音准很差的？哦，没问题。就相当于一张白纸，特别容易作画，所以你什么都不会，最学的最好，学的最快。每一个人都不是生下来就会弹古琴的，对不对？都是通过后天的练习以及努力刻苦这样出来的。所以呢，不要担心自己的，我的手很短，我不懂音乐，我不会认谱，我不懂这个旋律节奏，没问题，什么都不会最好啊，学的最快。明白。我听那个之前您的备采当中也说到，说您的好多学生都被这个伯克利音乐学院录取了，当时都是因为这个古琴占了很大的优势，您能介绍一下吗？对，这个有一两位学生，他们原来都是学钢琴的，一位是学小提琴的、嗯、因为他们觉得，因为这个学校要看您的这个学生的多才多艺的方面的这个才能、嗯、所以呢他们就选我多备用一个乐器，就像你学英语的，你肯定要会一个二外啊，对不对？很多人，所以呢，就选修了德语啊，小语种。那如果你学的是钢琴和那个小提琴其他乐器的话，如果再多学一个啊，这个古琴的话，一定会为你的考学啊、考试加分啊，因为其他人都不会啊。如果你稍微认真努力一点，肯定就没问题。明白。嗯。那张老师，我还是想请教您，比如说我们有的学生他，您说是六岁以后要开始接触这个乐器，那比如说他上了小学，然后到初中、高中，后面会有时间，就像您说的，要学两种乐器，这个时间上您觉得孩子们能做到吗？而且他每天还要有很多那种练习的那个时间。对，所以呢，你就越学得早，将来越轻松。你不要等到作业也很多了，考试的科目也很多了，你再来选古琴就有点来不及了，要趁未雨绸缪，没有下雨的时候提前准备小屋子，那下雨的时候你才有雨可以躲。 对， 对，那就是说六岁以后可以正常的进入这个学习的系统。对 对， 对，那一般到多大时他可以开始有这种成就，就是来人的时候我也可以演奏一首？你只要学个一年啊，一年到两年左右时间完全就没问题了，问题，因为现在小孩都愿意表现，对对不对？然后很乐观，很开放，很开心。那这样的话你认真学个半年一年、嗯、完全来客人，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呢越学得早越好，
你千万不要等到啊，明年要考大学了，我今年才来学，那真的很有压力的。嗯，并且呢，你为了某一个目的再来学，它的目的性特别强的话，这个学真的学不好。真的是，你在有没有目的的时候，作为一个真正的兴趣爱好来学习的话，那这个时候的成果是事半功倍，事半功倍的。哎，明白明白，谢谢张老师。我们今天聊到了张老师他的工作生活，还有他整个的教学过程，希望能给电视机前的您呢带来很大的帮助。也谢谢张老师介绍您的生活工作。很高兴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希望有机会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再次分享古琴，然后还有您的一些教学经验。谢谢您。好，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收看。